か。好，那个又把比分给追平了，15-15。嗯，你有什么？今现在几点呀、啊？两个字。对攻当中，他这个朋友出现了失误。世界羽毛球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，那么接下来将请您收看中国支队
国际友谊赛是由中国国奥队迎战日本国奥队。那么陶菲克和埃里克方比赛的结果呢，也将会在新闻节目当中播出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体育频道的节目。观众朋友，再见。It's over? No, not even.